大家好，我是五九峰，我才是五九峰，我要被打死了。哎、欸，这个好凶哦、我们今天要为大家带来四强赛了，我们超级明星队，想不到这种嫩逼队伍都可以进入四强。你有没有进入四强？没有，所以你比我们还嫩。一个嘴啊，超嘴，超嘴！哎、欸，一堆人说我们超嫩、超嫩、超嫩，我们这么嫩都进入四强哦。对哈，对啊，很奇怪呢，嫩到不行啊！我们就这么嫩，其实我觉得是那个我们的对手都知道是我们，所以就故意让我们。对，他们可是我觉得昨天遇到那个虎妹，我差点被他压着打。他们太喜欢我们了，所以就说：“哎、秋风，你要继续打下去，就让你赢。”那希望这一场的对手也可以这样想。对啊，这场对手我觉得真的是最有冠军相的对手。我也觉得他们很有，他们很有冠军相。啊，我们就稳住，准备喽！我开始了，用我们的战法稳稳来。来喽，来喽 ，Go Go Go Go， 直接先去挖。秋风跟我一起。你在哪里？我在往往右的。哇，你怎么这么远啊？我你走到另一边啊。对啊。好了，我过去了。巧克力来。我正在家里。你在哪里？我正在家里。好。快点哦，快点哦，要850哦。你秋风，你有捡到我的木头哈？有有有，你丢四个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啊，你自己有挖吗？有。OK OK， 那没问题。我先去准备去打线了，我往右边跑，边打什么什么挖沟之类的。好。钓竿，一直钓竿。打线打线，往这边走。我直接去往那我们直接冲一击好了。对，冲一击。然后看有没有蜘蛛，再顺便打蜘蛛。每个一击都有哦，不是每个，最前面的那个300分的没有。没有蜘蛛，没有蜘蛛。我帮你九个小麦种子，我都帮你打好。好，到时候你就自己弄。两条线。做合成台，赶快做。正在做。靠腰，木头不够一个。真假的？没关系，我用出来了。应该稍微可以做出来了，对方应该还没有做出来吧，有点紧张。有钓竿，成功。Yes。Nice nice nice nice， 我挖到金。那钓竿可以丢了吧？钓竿没屁用了吧？没有屁用，可以丢了。小强，我扔在那个上面。好，我都回家了。对。我到现在还没有挖铁，怎么会这样？又是这样。不用担心，我陪你一起。哎、欸，你把那个合成台放在中间。我每次都会这样子。OK OK。我随手放。苹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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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苹果。我身上有一颗。哦，好。又是金。那我都不用特别打。我就觉得要打。最后一个阶段是金苹果。嗯，有可能是。有可能，只要我们只要一个苹果就好，因为我们没有要跟他们硬碰硬，所以。哦，有铁了，有铁了。做合成台，巧克力有做吗？换个合成，你旁边挖一个洞、啊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做熔炉一下。你可以做熔炉吗？还是要我做？我没有办法、啊。我做，没问题。我哎、欸，你说我什么时候过去玩第二个碗以后吗？对，第二个碗。我被你挡住了。有撞小麦吗？直接往左走啊。有撞小麦吗？没有，我扔在我们家上面。好。这样会不会被偷啊？不会不会，我回去吸，我回去吸。对你。不是啊，我是说我们在这边烧的话，会不会被偷？小强，你帮我们把就是洞口，没有、啊，他们不会来啊。我们已经这么笃定对方不会来了，是不是？对。回来就好。小强，你有看到我25往旁边哦。嗯，你有看到种子吗？你回家了吗？还没，我还没回家，我在那找。我25往旁边哦。
OK。他记得那个鹅卵石扔一下，就扔在这个分叉点吗？嗯，分叉点会不会没有人吸啊？不会，等一下小强下来。我怕我们挖的有点崎岖，他下来有点辛苦哎。OK 啦 ，OK。鹅卵石也只有二十几颗而已。Yes, sexy boy。小强，记得稍微准备一下食物哦。有，我有在准备食物。只要铁，对不对？同时要。对，我有铁镐了，可是我还没有挖到，我还没挖到洞窟。那秋风，你回来好不好？怎么了？我这边有红石，对，你把铁镐扔给我。好，那个熔炉里面好像还有铁啊。我已经挖下来了。可恶！你可以看到那边有一个洞。我在下面，我丢铁镐给你。对，你丢铁镐给我。有接到吗？有。我到家了，你说种子在哪里？洞口吗？有没有，在台上面。哦，有，我看到。秋风，你那边有几个铁？我这边只剩一个铁海了。哦，我这边还有六个没有烧的。都给我好不好？都给我。你要烧是不是？对，我烧，因为有红石的话就交给我。哦，苦力派跑起来。你我有掉铁，等你铁镐那个应该够了吧？我先不回去了，走回去太浪费时间了。好，那不要。我在找你那个116还很远呢、欸。因为我怕是有罗盘什么的。罗盘只要一个。但是下那个。哦，你说铁是不是？对啊，还有黄金之类的。我怎么听到口力炮在要爆炸的声音？我这里有洞窟，要480了，要480了。我这边铁不够，我只有红石。我这边有洞窟，盔甲架啊！我有烧石头。盔甲架怎么合？我不知道。秋风，你可以吗？我可以。好，那交给你哦。我没有烧到石头。可是我怕对方的手速会。可能有碎石吗？没有哎、欸。我这边倒是意外挖到一个铁。那我也不用中小强，你已经拿到鹅卵石了吗？还没。你赶快下来拿鹅卵石，然后去对方那里了。哦，做完了。哦，好猛哦。对，小强，你赶快下来拿鹅卵石，然后去对方那里。OK， 我要去乱了。对。哎、欸，我挖到一个洞窟。哦，可恶，又是鼓励炮！不要过来，我没有武器。我听到爆炸声。看一下这里有没有，这里有洞窟，可是没有铁，没有黄金，没有钻石，害我不太想挖哎、欸。那就是继续，你可以绕一下看看啊。啊，如果都不行的话，就继续往右拐。哦，这里有岩浆，可是没有。小强要拿到吗？你要赶快过去对方那喽。好。隐身，隐身哦，太好了，我拿到隐身。没有，还是会有 ID 啊。至少可以吓吓他们。鹅卵石拿到，我要过去了。然后食物我丢到熔炉里面哦，你们要自己去想办法去拿。好，没关系。没有历史，我没得乱。没关系，至少有鹅卵石吧。对，鹅卵石。对，鹅卵石才53个够吗？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至少把沿路的都弄一下。哎、欸，这洞窟，我们有挖到钻石了吗？没有，这洞窟好像没有钻。可恶，我们只能穿金装喽。我连铁都很少哎、欸。我这边就有打一个铁，就是我没有烧一个，这一个。我要不要往下走了，巧克力？你往右拐，再往右拐都没有东西哦。我。还没有往右拐。哦，那你就往右拐。116那里往右拐。是因为我太急吗？我现在才在二十几耶。还二十多少？29。这个洞窟在29左右。有点太高、哦。有点太高吧？一般不是都到10以下？没有，你应该在20左右。
可是这个洞窟不是二十的洞窟哎。反正如果那洞窟真的太少，你就不要再挖了。好，我知道，我挖一下铁。铁好少。300秒。强，你有找到他们的点吗？正在往他们家跑，我刚刚在准备我的东西。他们都没有在后面打游击耶，他们家两只牛都没人去鸟他。他们就不打游击的、啊。哇塞，阿静还打电话乱我、啊。谁？阿静。没空了、啊，没空啊。我可以看到他们的洞了吗？之类的吗？我正在看哦。或是地上有明显的标记。你就随地挖挖看啊，他们的洞应该还蛮明显。我们还没有钻石，有点危险。就地上随便挖挖看嘞。正在挖。嗯。巧克力有挖到了吗？我在找，没有哎、欸。我这边有岩浆声，可是我这边我在14左右了。这岩浆区完全没有。没有看到他们家的洞在哪里？怎么会这样子？真的吗？小麦有在上面吗？小麦没有，我挖了一下没有看到，我也没看到小麦，他会不会换地方了？有可能，有可能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再挖看。来，时间差不多，你可以就直接放弃去抢旗是不是？对啊。居然换战术？真的，因为他们应该是知道会认为说我们会。哎，可能是因为我的关系啦，因为我常常就玩那个骚扰战术，所以他们可能就因为遇到我们关系，然后就换。我去蓝色的左边，也就是红色的右边，我去右边哦。红色的右边是不是？嗯，我去右边了。刘峰，你矿是不是没有放好？啊，我挖到岩浆区。100秒，该出来了。我现在出去，那秋风你就继续挖，秋风继续挖。我看这个洞有没有，希望有。没有，没有钻石哎、欸，赌最后一个不是钻石吧，各位？哎，最后一个还没出来哈、哦，还没，还没、欸。我没有那个红啊，火红石弄不够多。周峰有吗？我没有挖到红石。哇！那最后一个可能会。有，我够。哦。好，我到右边的点了。哦，我看到红石哦，可是有点远。啊，挖到了，最后一个是什么？来，我再看。压力铁轨，做出来，不用钻石。我再做。你有烧石头吗？有，要六个铁，一个做出来了 ，yes， 太棒了，照计划走，抢完第一面，所以我是去左边嘛，对，我在右边了，我已经在右边了，好，我这边再没看到我就上去了，就不挖了，没关系，周末你还可以再挖久一点，可是都没有哎、欸，我觉得。不要浪费时间再挖了，回去了，什么都没看到。你这样装备有办法给小强吗？没有办法，我身上我连我自己的装备都做不太出来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还要再挖，或者是你挖其他的点，不然的话装备资源不够。先烧好了，你那边可以得小强吗？没有办法，我只做裤子跟衣服而已。没有办法，而且我现在太饿了。你们小心哦！我有点跑过头，突然犯这个基本错误。有吗？有抢到旗吗？右边的旗子抢到。有，这边旗子有。好，哎，巧克力在左边嘛？对，而且没有看到人。你们回来的时候小心，他们可能会在家里堵人。你们要绕后面哦。有，但我太饿了。我不是有丢石头在家里吗？我刚刚没有捡到。熔炉里面啊。
I'm sorry。而且我有身上还有食物可以带回去。我就要比较大圈回去。好，希望不要被我看到。身上分数是600分，只要超……哎、欸，我被狙击了！我靠！小心！啊！屁啦！他们全身钻石装，怎么回事？你要小心欸！太扯了，他们钻运也太强了吧！我被干掉了。我被我来支援你了。果然是跟想的一样。他马上我们完全没有钻运呢。小燕，你是在左边嘛？对不对？嗯。哎、欸，要避战哦。瞬间被秒杀哎、欸，那个小象，你告诉我家里的点好不好？位置，等一下哦。家里的位置 XYZ 嘛，这个嘛，对不对？对。-80686767。-80686767。六七对，好。嗯。我看到。我看到你。还是他们就是全部得一个人。钻石，有可能是这样子，因为我只看他那个人出来而已。先做食物。我这边我看到他们会过来支援我，支援我。好，我来。你要躲好。小强在哪？我在你附近而已，小心啊！我不可能打赢他。你先。那你不要过来，小强，你不要过来。我用复活过去，还有靠近你吗？有，还在靠近我。我在拿剑堵他。那个重生会有那个无敌 buff， 用无敌 buff 打得赢吗？我在用弓箭堵他，弓箭不要再射了。我已经没箭矢了，机车。退！他们其他人来了。我退了。他们想要靠杀人得分哦。对。嗯，我们等一下三个人去抢一面旗子。先食物，小强先到洞窟里。小强，等一下，我们算一下现在的分数，我们是领先多少？700，哎、欸，600而已，600多。600多吗？太多吗？先下去，对。刚好600多，我们避战啊。小强，我跟你见。600多避战太危险了。我们现在不要被他杀到一次，我们那两面旗子都送给他。小强，你退到底。好。我们的装备打不赢他们呢、啊。我等一下复活下来打。我上去，我回去。我也死了。我不是叫你后退。啊！我没听到，这边有宣传车。不行嘞、欸，我们本来还可以避战的，现在不能用避战了。强，你追一个。他跑掉了，另外一个跑掉了。要打这个，没有啊？我想一下，好，小强，你回去找秋风，你弄装备。好。哎、欸，另外一个过去支援哦，你小心哦。秋风，你们要避战哦。他们能过来，都死了。秋风，小心，他过来了，他进来了。靠，太强了吧！所以他在我们家下面吗？对，他可能跑到洞里面堵我们。他可能要抢我们。重点是我们食物不够。他在家里下面吗？没有了，巧克力下来了。啊，没看到啊！他是在哪里杀死你们？就刚才在附近啊！你继续往下，他是不是偷我们东西？没有，不可能。好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食物到底在哪里？我要食物。熔炉里面，我把它放在这个熔炉里面。对啊，在这里面、啊。太下面了，太下面了。怎么会这么强啊？所以我说有机会的话，我们要避战的。你们在哪里？太难避战了、啊，我们那个被偷袭。弓有没有弓给我？弓给我。你在哪？你们在哪里？小强，弓有没有？下面往下跑，往下跑。小强有没有弓箭？弓给我。哎、欸，那快爆了、欸，妹了，这快爆了。秋风那边，你们走这么下面哦、喔？没有足够的线吗？线没有啊，线拿去做那个了、啊，钓竿了、啊。OK。我这里只有八个，我还有一个鞋子，小那个有煮好的食物再给我吗？我觉得这巧克力，等一下一定要鞋子，其实我们才有可能赢啊。食物先都给我，巧克力，我丢一半给你，。可是我们会被杀、啊，这个得你，这个金得你，我还有没有烧的？我们要三个去抢一个命运，我还有一个
那决定我们要抢右边左边。那个秋风给我箭矢，我箭矢好丢在地上。我没有，我还没有做衣服，你们有衣服吗？你们先把还没有做衣服穿好。好，对，我没有衣服哎、欸。这边还有一些金，然后看可不可以把它弄好。金能弄成衣服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多做一套衣服出来吗？还可以烧七个铁，可以烧裤子。我这边还可以烧裤子，除非说我这边还有一个铁，我这边还有一个铁。有那分开烧，分开烧。你先出发，你们先出发，我在这边等。我往要来了，我往左边走，你们可以往右边看看。我把牛排全部丢给你了，烤肉。那个熔炉里面还有。啊，我是很不想抢最后一面。我吃蘑菇。我们一定要抢到一面旗子才可以绕跑。而且还不能被杀哎、欸。小哥，你是说你往哪边？我往左边走。哎呀，你走了还带苦力发在洞口啦。右边可能来不及了。我觉得这两面都来不及哦。Oh no！ 一定要抢最后一面的吗？那就要交锋了。我最不想的就是这样了。他们转运这么好，我正在往右边跑，不过应该也是被拿走了。我们一起去看看，回家赌看看啊！秋风，你可以打一下怪，打蜘蛛线，我要弓箭。你的弓要爆了是不是？对。好，回家。他们运回去了，不用拿了。大家食物那些都准备好，往家里的左边走。我这边需要支援，我这边后面有两个人。好。我在重生平台等你们，要我打吗？能帮我支援巧克力啊？等一下，推一点。哇，他们怎么会有钻石胸甲两个？他们是有祭典呢、啊？他们在射箭。推一点哦，直接打不要。现在有 buff， 直接打不要，再加上面，就算我们三个死也是分数一波换回来。往后面拉一点，你们身上食物状况如何？我还很多食物。好，食物够就好。周峰可以给我一些，我只剩两碗汤而已。好，等你六个。来喽，他们在附近哦。要打吗？打。现在打吗？哦，真的赚子太多吧？是怎么回事？小强，你离太远了。我去打小强那里。没有，我到你们这边来，我绕过来了。你们要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，可以吗？干掉一个，哇！不要小看我游击啊，混蛋！快点！巧克力有杀到人吗？巧克力有杀到人吗？你追那个，有杀到，这样我们还输一颗头。你追他，你追不到。我在你后面，边跑边跳，才追到。旁边有人来了，旁边小哥你右边，你后面，小哥你后面。他很强，很难追。我被砸了，超难的 ，PK 不会赢呢、欸。我有点打不到他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边跑边跳啊。我没有边跑边跳啊。他是没有撞到那种跳上去的，还靠腰是什么？搞屁哦！好，先你怎么了？先结好了。我是快输300分了。你们怎么了？对，在输人头。先集合，好不好？先集合。C 点过去吧，小强，看我。干嘛？跟我换装。好。你们在哪里？衣服裤子给我。鞋子不用了，鞋子你穿好，我任何人看你。C 点在。C 点是矮的。红队的左边，我们在我们左边。我的弓。够吗？可能射一两箭就会坏了啦。他已经在 C 点了。对啊。小心，巧克力小心。他们那个装备太夸张了，那是怎么回事？对啊。巧克力小心。复活就直接冲，没办法，直接冲还有机会。哇 ，Alex 在旁边打我。那钻石是怎样
怎么我不晓得哎、欸，怎么会这么多啊？太夸张了吧！我见爆，风暴，打死一个，要出来了，要出来了！我砍死他了，抢走旗帜。Alice 在打我，打回去，打回去啊！周峰，周峰，干掉他！我打不死他。哦，我们都死了，是不是？嗯，都死了，完了。旗帜被抢走了，不会赢了。啊，超强的，装备落差太大了。他那个钻石是怎么回事？两个人钻石群到这样都16颗钻石、欸，怎么可能？他等于就砸了一颗钻石、欸，哎。地图偏心啊！偏心啊！我一颗钻石都没挖到、欸，哎、他们运回去哦。你要回来？反正不会赢呢。太扯了，二十个钻石。太扯了。太强了、哦，至少会赢了。反正他们要打嘛，我们就来打。那个他们会两个两个走，那我们两个两个走，好不好？不要再单打独斗了，小强先要回来一下。你在哪里啊？我们刚刚一直在单打独斗。啊！他们等一下就要下来啊。他们不打了是不是？会打、啊。他们一定会打。打我们就过去。为什么他们的装可以这么快啊？我们都凑不齐全套铁装哎，22颗钻石，那个太扯，真的太扯。哎，老哎，后面的那个秋风靠近，你在他在打你了，你还在那跟头。先后退，先后退，先后退。他们退了、啊，他们没有要过来了。他们也会怕的、啊，他会被杀死，可能自己也是会吓到了。不行啊，钻石剑太痛了。不行不行了，他们全部人都拿钻石剑哦。对啊，都有钻石一二是一定的。哦，这还打什么啦？两件钻石一，两个钻石剑，这样子就八二十六二十颗啊。对啊，凶悍，凶悍。小风先绕一下。不是说每次都是随机的吗？这么为什么还有办法祭点？他们20、20颗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怎么挖的，怎么弄的，我不知道怎么挖的，蛮扯的，反正就是蛮扯的。对，我觉得很扯。他们没血了，没血了。他们跑回去了。我也没血了，快没血了。你有弓吗？射一下。没有，爆了、啊。那弓原本就没什么血。有鸡蛋的。不是，来打！啊！我打死他了，我被杀了。看下一只。超难的了。哦，我们中间第二面旗就要避战了，前面后面三波旗都得他们抢的。这时候他们整个冲过来啦，对，也没有办法避战，太扯啦！因为我们矿运不佳，抢到也没有用。嗯、哦，有段时间我后续还可以跟他打一下。唉，我们接下来连打两场，还要打第三场，还要再打一场那个。对啊。输了，强超强的，他们那22颗怎么算的、啊？他们到底怎么挖的？22颗钻石，我不晓得哎、欸，装备差太多了。你说，就算我们的技巧到了，一个人钻石装，然后那个钻石剑我还可以理解，可两个人怎么可能啊？20几个，太夸张了，真太夸张了，我真的觉得有点夸张，太差。我们没有任何钻石哎、欸。然后我们一颗钻石都没有、啊。嗯，我们没有挖到钻石，一颗都没有。好了，我们还有三强赛、季军赛可以打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最少还有第三名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下一场再见。下一场再好好加油了，拜拜，拜拜。